十一岁的时候我就干什么？看家儿女。没有想到能跟女神合作吧？是吧？天哪，Xian，你真的积了多少辈子的福啊？你要能跟我开心。My pleasure. My pleasure. 你这个发音。这还有鲁花絮的呀、啊？那我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辞了。小雪老师，你一直是我的表情包，表情包，表情包。画了它，好看。就是你戏非常的好，人也很好，然后笑这部戏我们是努力，这部戏希望收视很好，好吗？